嘿，长脸呢？哎呦，不是，哎呀，不是打的电话没有笑话你的意思啊。你说你一米七八大个子，你媳妇儿像小土豆子似的。今儿上单位也奉献给你俩大嘴巴子，你就搁那滋溜挺着。哎呀，我干不出来这事啊！要是我挺不了。哎呀，你真行，哥不孝敬，哥没孝敬的意思啊。哎呀，有机会你上哥家来，你看看哥的派头，你来观摩观摩，有机会好不好？一会儿来啊、哦！我回来啦！哎呀，天儿，你说我给老公点面子行不行？你就啥都听我的行不行？就一次，要面不是吗？就一次，给。那试一下子，我心不挑底试一下子。你站起，媳妇，你看你就试一下子。你不说给我的面子吗？是啊。啊，试一下，你求求你了，行，就一次，一生。行。你站起。啊。哎呀，真给力呀、啊！真享受啊！立正，上起，向左向右看。到底看看。媳妇儿，你往哪边得劲儿？往哪边？这个不固定啊！哎呀，真得劲儿啊！哎，方子，别看，把烟给我点上。啊？把烟给我伺候上。我让你抽烟了吗？行，试一下子，试一下子，把烟给我点上，试一下。啊，对，给面哈。哎，对。哎呦啊！哎，小哥，不要紧，来电话了。哎。喂，长脸呢？快点来呀！越快越好啊！过这村没这店了，现在来正好时候啊！哎呀，不来了！你不来，你不把我不来，把我看看。不来了，媳妇儿，你看，他刚开始说来，后来又说不来，这烟还抽吗？哎呀，味儿大，熏着了。我把门关上去啊！我门开开，放一放，马上掐他，媳妇儿啊，你别等会儿啊，不着急啊。热乎了啊！那咱们就继续每天的工作啊！你看看，一分都不多，一分都不少。哪天按摩不都这点吗？今天继续啊，没耽误，这个一点都没耽误。同志，哎呀，我天，哎，这造型你看，哎呀，这带劲啊！干啥呢？这是？这干啥呢？记住没？记住了。这一套顺序记没记住？先按哪儿后按哪儿？记住了。走了。不是。还用我再给你辅导不？不用了。记死了。记住了。下回让我正好我跟你说生气啊。记住了。上这儿下去。没事，派头。
不是你拍头就跟人家坐地下了呢？我辅导他一下子，我要告诉他我每天我回来先按哪儿后按哪儿辅导一下。瞅啥呢？啊？我心里来能不能倒杯水？啊 ？Water 水。别别，嫂子，不是这种场面，你平时看不着过吗？我上哪能看上去？哎呀，感受更感受不到是吧？感受，哎呦，快点来！哎，别去，别去，没有过这种感受是吧？那什么，这你嫂子给你倒的啊，一点心意啊，你呢，象征性你抿一口，行，点点滴滴抿一口，好。老烫了，烫啊，烫嘴皮了都。干了，你干了，没干。别啊！哎，嫂子，好疼。没事，你嫂子量大。听着，您听着，连干仨都。媳妇儿，干了。嫂子，这个干啥的？这必须的，一声令下，必须的。你这嫂子烫心。那么的啊，长脸兄弟来了，咱别整八个菜。三个菜上厨房能不能弄出来？现在三个菜谁做呀？你问多余不？话的多余不？啊？有没有能不能做三个菜？现在我出去买，买现成的，买仨，带钱没？行。不是，我不跟你一样吗？这媳妇儿管的严，兜里就比脸都干净。完蛋的玩意儿，自己。你不扯起来了吗？你说，你说完蛋那玩意儿，兜一脸都空的一天。哎呀，我钱放你兜里了。啊是。哎呀，你可能兄弟，你先坐会儿啊，嫂子出去买菜去。嫂子，嫂子，嫂子，你疯的速度啊！嫂子，你疯的速度。疯啥呀？我看你疯呢。哎呀天，还在这装呢，还在那儿。哎呀妈，你厉害啊！你头发，你赢了今天。刚才我都来五分钟了，你看你俩刚才那状态，我都瞅着了。还在这。热了啊！哎呦我天哪！不，我没笑你啊，老兄弟没笑你啊，你头子你赢了，你哎呀妈呀，我没笑你！哎呦我天哪！啥时候来的？完了，媳妇儿，他要知道，全国人民都知道了。你咋整，媳妇儿？我也没办法，就逼。老公，我对不起你。是不是我让你心难受了，没面子了？其实是我不好，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好媳妇儿。我以前从来都没有顾及过你的感受，忽略了你，忽略了这个家。我只知道忙我的事业，我就以为赚钱就是我最大的价值。其实我今天我才知道，一个人再成功，让他最至亲至爱的人过得一点也不快乐，那就是我最大的失败。老公，我以后努力做